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香蕉哥哥林峰源与草莓姐姐剪脚猪低调，交往三年即将完婚。消息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写上祝福。不过香蕉哥哥出道十多年，早期经常与苹果姐姐彭威离搭档，也因此有不少死忠粉丝听到喜讯后都直呼，小时候以为苹果姐姐会嫁给香蕉哥哥，幼幼台的哥哥姐姐们一直是不少人心目中儿时的回忆。香蕉哥哥当初退伍后经苹果姐姐介绍而进入东森幼幼台，成为 YOYO 家族初期成员，两人也是台内的第一对荧幕情侣。因此香蕉哥哥和草莓姐姐宣布喜讯后，也让不少人怀念起这对 CP， 都表示小时候以为香蕉哥哥才是跟苹果姐姐在一起。苹果姐姐过去是小朋友们心目中的女神，但她对于私人生活一直非常低调。今年满42岁的2015年12月底产下混血宝宝小贝玛，升格当了妈妈，家庭事业都圆满。自从卸下幼幼台姐姐身份后，她便转往广州投资亲子酒店，用心投入经营事业，也在当得自主了苹果家族，依然帮助苹果姐姐陪伴小朋友。苹果姐姐婚后幸福美满，本社自脸书，苹果姐姐婚后幸福美满，本社自脸书，苹果姐姐婚后幸福美满，本社自脸书，苹果姐姐过去与香蕉哥哥是幼幼台的第一对荧幕情侣，本社自脸书，苹果姐姐曾与香蕉哥哥及草莓姐姐合照，本社自脸书。